你好，各位，我是来自高雄阿莲的曹文，大家好。你好。我跟大家推荐阿莲有三宝，就是枣子、芭乐还有龙眼蜜。今天带阿莲的芭乐来跟大家分享，还有芭乐原汁。对。欸，我是来自阿莲的小龙，这个芭乐是我们自家自己生产自己种的。对，要怎么订购？订购请上那个粉丝专页知足宝乐，知足宝乐，那个知足的知，知足常乐的知足宝乐，不是那个我妈妈姓知，木头知，木知，对，树枝的枝，然后宝是宝贝的宝，知足宝乐，知足。对，快乐的乐，知足宝乐，对，宝乐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大寮的，那这是我们大寮的小龙的友善的红豆，那红对友善环境的红豆，那大寮有两大的农特产品，一个是米，一个是红豆，那今天我带来红豆来给大家加油，谢谢。台湾你好，我是高雄来的，我姓陈。这个是我要分享给你们高雄惠民的福气饼，你们吃了又原路福气满满，福气饼，对，很好吃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来自高雄梓官区，我们那边有个柯子寮渔港啊，我们那边都有新鲜的渔货啊，大家有空可以多去我们海线走一走啊。因为你们开车，我不方便带一些海产过来，所以我们那边也有知名的蛋糕，给你们尝品尝看看。谢谢，好，谢谢你们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耀俊，那我来自高雄的旗津。那高雄的话，其实讲到高雄会想到旧名叫打狗，那我就想到就有个叫打狗饼，是非常适合在那个高雄来买的一个伴手礼这样子。那因为旗津也是盛产的是海产，我就想说也要带海产过来。那我想说，那有一个叫那个鱼饼，对，可以给大家吃看看样子。鱼饼为什么叫鱼饼呢？因为它做成一个饼球，像鱼球。鱼球。对。那它是干燥的，比如说像海鲜是没办法车上没办法保存这样子。来采访一下，产的，你要拿给姐姐他们啊。这个，太多人了。对啊，他会害怕。他第一次接触到麦克风，他有点紧张。你跟你说 Hello， 你好。我要采访别人喽。好，乖，好，按那个这个。来，你们从哪里来？男子。男子。对，在旁边而已。然后这是我朋友他们自己的店，然后这个很甜，在目前只有男子有而已，就是炭烤地瓜。对，然后他要冰起来更好吃。对的，没错。来，给。不想上手啊？怎么办？那不然你跟我们走好了，带你去环岛，好不好？要去吗？要去吗？那你把这个给哥哥。你给电话好不好？你给柚子好不好？好吗？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拜拜。长大也要来环岛哦。拜拜。谢谢。我是来自凤山的书宅啊，这是我同事介绍，它在旗津巷弄里面的一个风铃酥，它的好特别的是它上面会有加一些糖霜，然后它是每天都是现做的，然后对早上去的时候，你在海港的旁边会看到很棒的景色，是旁边是海，旁边是港，旁边有船，可是它旁边就是一直在狂炒这个风铃酥，对，用炸的，对，然后就是每天到那边就会很香。哦，然后这是来自旗津，所以其实旗津除了海产以外，也会有很多其他不错的小点心可以吃。对，这是带的。我住在高雄三民，然后我老家也在三民，对，三民区。对，然后我要推荐的是高雄的十大伴手礼那个旗饼，对，它就是把那个饼做成那个像象棋的样子。对，可以边吃边想，吃掉你的酱，直接吃掉这样。我来自凤山，然后这是我们五甲的特产，这个超好吃的，对，要排很久，对，就要给你们吃的。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它这个的话就是芝麻的芝麻口味，然后我一定要推这个，对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然后这个是花生的，对，这是花生的，是花生，对，还有一个杏仁的也很好吃，对，杏仁的刚好昨天没有了，对。谢谢，到你了。
电动拍个照。好的。大哥怎么称呼？我姓王。大家好，那我是台北小孩，那我是海军士官长退休，我在海军服务30年，所以我在这边，因为海军职业军人的关系，是我在变成现在变成高雄人了。那我今天推荐的是这个流程。那为什么推荐流程呢？很奇怪，是因为我们公司前个礼拜才进了美国流程，没吃过美国流程嘛，我就买一个来尝尝，就一尝蛮好吃的。其实我本来不是买这个来送的，因为我岳母家他们家两家是在那个御景，原本他们自己都每年对每年自己做的芒果干，很抱歉参加报名前4天吃完了。海王你好，我姓王哈、哦，你好。那、啊、我今天推荐的是麻豆的那个柚子，啊、柚子的吃法像这个还蛮切切的，还不能吃，要换个比这一颗还要更黄一点。哦，还要再吃水才更好吃。对，嘿，就这样子。Hello， 我是来自高雄男子阿涵。阿涵。对，然后今天带来的是我跑去旗津买的这些就是零食类。哇，旗津去。对，然后就是高雄的话，就是我们可以搭船，然后就可以就是像是出去玩一样，然后就可以到旗津这样。对，到处都有出国的感觉。然后再来就是，这个是我们高雄的 PM2.5。对，这是我们高雄空气，就是我们到冬天的时候，就是天气会比较不好，然后就是。所以这是你去年冬天跑出去？没有，我是这是今年秋天的，对，现装的。对，如果到冬天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 PM 的密度会比较高一点这样。那等到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装一罐。好，你们再来装一罐。谢谢你的 PM2.5。好，欢迎大家来高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的阿莲。阿莲。哎，我姓林。好的，我知道。我现在要介绍的特产就是台湾卤味。对，就是这是那个在冈山，对，小铁蛋。然后呢，冈山有一间那个卤味博物馆，大家可以去参观或是去介绍看看他们的卤味是怎么研制的。这是芒果雪花酥。哎，没吃过这个口味耶。对，芒果口味的，因为从三明区来。对，三明区。然后就是你应该也知道，就是三明区应该没什么比较。对，就是每天早上可以去运动一下，然后所以我就买了我们家附近蛮好吃的古早味蛋糕。等一下，你有写卡片？对，现在要打开看吗？一定要打开的、啊。一定要打开看。看卡片，快点帮我开开看。你要现在开哦，我开吗？好，我打开看，但我可以自己念。好，你自己念。你要，我要你念。我念。好，台湾你好，小编们。环岛辛苦了，加油嘿！这叫什么？加油嘿！加油！然后希望我们都能永远守护自己在乎的地方。没错。